喺我身邊嘅咧就有靚湯啊，湯樂文 ，Hello，Welcome。Rosanna， 今次咧喺新劇裏面咧，你係扮演一個乜嘢嘅角色呢？我今次喺套劇入邊咧係叫徐怡，咁係一個網絡記者嚟嘅，咁啊都幾拼搏啦。咁我同阿 Fred 好得意嘅，我哋係同居嚇。阿 Fred 你係咩角色咧？我就係喺法政部裏面做主任嘅一個好聰明伶俐一個去揾真相嘅一個人。但係點解會同居嘅兩個？其實我都唔知道，因為講佢咧。其實首先我哋唔應該講同居，應該話同屋住啫。係啊，同屋住。因為我哋有幾個 friend 一齊住嘅。哦，即係唔得你兩個嘅。但除此之外都冇乜關係。係咩？佢成日揾我笨咯。咁除咗同居之外，你哋仲有冇啲咩共通點咁樣咧？我哋有嘅，就係、是。查出真相，因為我知道咧，而家咧有好多關於抗疫嘅呢啲傳言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做多啲 fact check 啦，咁樣咧知道咗係真定假嘅，先至相信咧，咁就會更加事半功倍啦，係咪？冇錯，非常之好。嗱，另外一個共通點就係中意唱歌啦，係咪？都係嘅，揀咗天窗喎，係啊，好，即刻將個台交俾你哋 ，thank you。暗中的计算，茶杯中风波将扩展。若是没意思，你怎会约我相见？分手讲到了嘴边，让寂寞去蔓延。湿湿雨片，临阵却觉得心软。无需打开天窗，能装不知也算体谅。狠心揭破真相，莫非想把诚实来换输赢？算想开多一枪。实在杀手还会心伤，这份感太就由你负责。关上。